骑车骑一骑，半路竟突然杀出一只狗狗，横冲直撞，往机车狂奔猛钻，骑士来不及反应，当场碾了过去。自主惊声尖叫，吓到拔腿狂奔查看，崩溃抱起狗狗，但疑似没牵绳酿祸，恐怕饲主也有部分责任。虽然这名机车骑士要赔偿这名饲主狗狗死亡的这些损害，但是呢，因为饲主自己也有过失，因此只要赔偿一部分就可以了。不过闯入的不止狗狗，还有阿嬷。骑士行经新北莺歌，突然路旁窜出这名阿嬷，大伞遮脸，自己打马赛克，说跑就跑，穿越马路，穷穷穷，把整条街当自家，疑似就为了赶对面的公车，让骑士有够傻眼。哦，三宝阿嬷，他还挡住。以为伞遮住看不到车就没事吗？民众怒轰，赶公车竟然比安全还重要，马路乱闯惊险赌命。记者李晴、黄玉兰采访报道。